50公分でちょっとやばいっすね。十月六号，瑞芳。算了，幺零七啊，幺零七加上幺五八零了，五零七就搭配五八零。选择设摄影日，跟北京看南澳圈了。如果下面个妈子们都是这么大几张片，因为这是就那么买。我现在先赶回去了，赶回这样比较重要。开启车门，测试一次就没香港南澳圈了，幺五零加五八零圈了。我小明跟班长们都叫我们大壮，刚才自己就那么吧。算了，就这样，拜拜，那就再见。